快的跑到了全省唯一的满分。后来他大学又攻读了英语专业。80年代初，他已经入选了全国200名朗诵名人录。他的书法作品曾50多次在海内外各类书法大赛中得奖，并多次在中国美术馆、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军事博物馆、日本川岛美术馆等展出。90年代成为中国书法家的协会会员之后，他又以一笔写下了5200个字的空篇《一笔偷心志》，被收入《大世界维基尼记录》。2000年，在电界中国金牌形象大使电视大赛中，他的演讲夺得全国最高分，并荣获中国12大转传播之星形象大使的称号。2004年，他以杰出人士移居美国，独创中文及双语融合书法的书写独创一格，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。2013年，他创作了3180个图文雪花剪纸，再创世界纪录协会的世界纪录。他个人还入编世界优秀人才大典、大世界维基尼世纪大陆、世界纪录协办纪录、中国当代画家大师典、中国书法博览经典、当代书法家金评选、海外华人特刊等、中国国内外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日报、新华报及海外。